recitare mentre presso dal periglio non so più quel che dico e quel che faccio eppure tu a po' sforzati ma sei tu forse Pagliaccio! Vesti la ciupa e la faccia in farina, la gente poca e ride il cuore qua e se arrocchinti va la colombina ritti pagliaccio e ognuno applaudirà七号选手打分，张喜秋这名字很有特点哈，我猜你是不是秋天出生的呀？对对对，我是83年的秋天出生的，所以父母给你起了个名字喜秋，喜欢秋天。对对对对，我不仅是那个喜欢秋天，而且我的声乐，这艺术的生涯呢，也是起源于那个秋天，因为我在我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呢。我这个声乐艺术就感染了我，胎教是吧？胎教有这么大的力量啊！就是那时候你妈妈就喜欢听一些美声的一些作品是吗？对对，我妈妈特别喜欢听二人转。妈妈怀你的时候在听二人转哈？对对，啊对的对的。那你出生之后，你应该对二人转特别熟悉啊？怎么又跟美声结合上的呢？说来二人转呢，那么我。会说话的时候呢，就会唱二人转了。再不给你唱一段自己提出要求来。这样吧，还在核对你的分数，就唱一句，好不好？唱一句，让我们感受一下二人转。唱两句小拜年吧。好啊，好好好。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。咋没掌声呢？很精彩，很精彩。你看，其实学习戏曲对于唱演唱来说是很有帮助的。你看，在咱们监审组成员当中，李谷一评委就是非常出色的一位花鼓戏演员，他的民族唱法唱的也同样很棒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选手的得分。
去掉一个最高分，97.3分；去掉一个最低分，94.3分。七号选手张喜秋的最后得分是95.890分。